李幸福就是福哥严选呐、啊，你别在卖牛吧，来我再给他呛声。什么叫做放屁？对啦，丢丢要家族啦，因老爸胡哥啦，去尖叫啦，那无生理去尖叫啦，去尖叫嘛！你搞留言啥？广告团的吼，拢会听的，反复各自的工作。丢丢妹爸爸财卷赌场风波，恐吓同行恶劣画面再曝光。知道哦，他很老。丢丢妹30号才刚被热油烫伤，没想到祸不单行。他的爸爸李庆福 ，A.K.A. 福哥，前阵子遭持枪抢劫。3号这天，阿贝又出事了，闯进同行直播台对讽约输赢。听你在狗屁，李庆福，你用你啦你！啊，李庆福，你是咧来只乱杀？来杀？要来杀？你这去食狗要来杀？人自头只个卖牛肉，人驾小一只安怎看？唔好去买着鸡吧，竟然看袂落啦！他为什么看不下去？因为挡着伊个财路嘛！我甲小一只驾到上内行，你袂爽哦？恁爸本事啦，安怎我逐天袂心骂啦？袂爽去甲我讲句啊！恁爸无咧三直播像你，像你，逐天个直播三条笑死啊！做经理骗袂落啊你，骗袂落去尖叫袂晓，搁去用抢啊，奈无去用断掉？你卡来讲你新港相哦，你即款是当作啥咧演床号啦你啦？我里边那是。丢丢妹人红是非多，今年2月一度宣布无限期停止直播，福哥也曾针对此事回应：要丢丢妹这件代志，伊的无期停播会带台北，阿个某敢袂冤家？有时伊无期停播会原点有可能是有因发生一件轻伤，这停止因无迄羽毛澄清，是毋是讲员工甲些嘿？你上回出问题。至于福哥被曝在彰化开赌场，被搜刮近千万的现金，他澄清自己开的是公庙，当天也只是跟家人打麻将。我这边中的有监视器，也一支大用一支小用啦，了之后提着就走，要走的时阵拄啊好，佫共款规，我这个中的有阮这庙师出去，要出去了之后，啊，咱就唔知影啊。即摆就是陆陆续续，就是外口一个猜疑。要你就知影，这个习惯人，人啊听一个影，伊就是一个影哦，啊，迄个哪有法度？迄个歹徒拄啊好，蒙面红红伊开门却惊着警哦，就讲不要讲哦。不过我就希望讲警方，吼，紧甲这个人抓出来，还付佫一个公道。爱互一个艺人，吼，也是爱叫一个阮主播的，靠一个保障。有时拄到啥代志，通抓着影就甲报啦。外口传的吼，拢袂听的啊。